住的还好吗？挺好的。啊，阿姨前两天寄了点东西给你们，今天应该快到了，记得查收一下啊。好的，阿姨。默默要是欺负你了，你告诉阿姨，阿姨骂他去。好的，阿姨。司徒墨，我家一趟。走啊。早。哎呀，等，等会儿再进。哦。司徒墨，啊，怎么了？我知道你手机的手势密码。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在我面前开过很多次。啊？希望你换一个复杂一点的。嗯。哦，好。对了，嗯，把海绵照的照片都发给我。哦，好的。我出去一趟啊，走吧。哎，顾爷爷，江教授到底跟你说什么了？打扫实验室。你当我傻子？我才不被你们骗呢。哎，怎么样，小顾，打扫好了吗？哎呀，哎，别动！你们肯定换书了，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，快把书换回来。呵呵，这周磊这疑心病啊，这辈子也治不好了。啊啊，核桃，我新买的。不是江教授，你到底跟他说什么了？打扫实验室啊。